广东人有多会养生？兄弟，我嗓子有点哑，有招不？哦，明白了，不舒服，我肯定要去那里啊。走，三心两意，买了干，买了干。去医院吗？那菜市场干嘛呀？得了，交给我。老细，热气啊？哦，热气啊。得啦，苦瓜两个，芫荽豆腐，整个半斤冬瓜。拿这干嘛呀？喂，卡掉嘛？咁你搵埋三个咯喎。卡，得啦。舒丽，琵琶，屋企有冰糖系嘛？买煲汤啊。我去，我只是。喉头不舒服而已啊！喂，扯晒气喎、啊，去搵埋许美露啦。气系嘛？得啦，啊，花旗参，阵间搵阿鸡佬攞埋只鸡。不是，我就一点喉咙不舒服，我感觉现在都没事了。喂，唔掂喎，你朋友出去玩过咁款喎？失败啊！去搵猪肉佬啦。闹系嘛？得啦，新鲜猪肉啊，嚟迟咗啊！你哋啱先仲喺度谂紧嘢，见佢。哇，即系，喂，唔掂啊，撞狗啊，喂唔得啊，拎多件猪肚啦，啊，攞啲胡椒块煲。兄弟，我简单点的方法嘛，早想嘛，走啦！咽喉茶、感冒茶、祛湿茶，啊唔啱，唔啱咪饮班晒。当王者玩家玩联盟手游，开冲开冲！你怎么不出装备啊？不是啊，这个手游买不到装备的。你都跑到一塔了，还买个屁装备啊？我一直都是在线上买装备的喽。那边有人去商店里买嘢噶？玩怪同你五星买咩？算了，好好打吧。喂，那个射手和法师为什么发信号点我呢？你不帮我开也就算了，还丢下 AD 去抢中路线，点你怎么了？你要守着 AD 啊？辅助哦，不是游走带节奏了吗？你食饭攞位都唔会守住一间铺啦系嘛？唔通辅助掉死一棵树度咩？算了算了算了。打龙吧，打吧，打龙啊！打打打打打！你不帮我怎么打？谁打也不是自己打龙的。哎，你个打野真的唔掂，怪得了平时打只曱甴都 V 哇，鬼叫要我帮手啦。这不一样，哎，对面好像来了，快做视野，没问题。你怎么送了？你叫我做视野啊嘛，我不走就去，怎么做视野啊？你插个眼不就完了吗？喂，打龙咁多，仔零分得清啊？我不由都是打王者了，简单啲嘛。你爱打自己打去。哎，李钟仪，听我语音先。哥哥有空吗？我们差两个人五排哦。那个，我打野。广东人家里的味道，可算到了。刚地铁差点没熏死我，进来再说啦。我去，怎么你身上也是那股味儿啊？哦。这个味啊，难怪呀，整个广东都是这个味了。现在为啥？哎，那些冬装一整年都在衣柜，广东突然激动，谁会洗衣服啊？拿出来当然是这个味啦，广东特色。怎么还有味儿啊？哎，你这椅子馊了吧？送你龙须啊，这是富贵的味道，红木来个。行，我无福消受啊，我开窗通风去。哎，我劝你不要冲动。这有啥味儿啊？臭凤梨食腊梅，想食腊梅靠自己。我们广东人都喜欢自己晒的。我看没吃上辣味儿就得闷死。来啊，试下呢部新装嘅美的换新风空调啦。佢嘅新风功能搭配超强滤网，可以过滤粉尘 PM2.5， 将新鲜空气吹到室内，再排出混浊空气，好似识呼吸咁。而且超悭电，一年四季都用得。你哋北方开暖气都可以用嚟通风换气噶。哎，开了这空调舒服多了。准备开饭。喂，今日啲餸超正啊，虾酱炒通菜，韭黄炒腊肉，蒸腊。仲有为了招呼你特登翻屋企攞嘅特级梅香咸鱼，哇，真好！我饱了，你慢慢吃。